杜飞这个人，我的评价是沟通能力强，领导能力强，综合能力突出，技术过硬。杜飞领班的话对我们都很好，经常跟我们沟通，也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。他的技术方面也是非常一流的，有的情况下在我没法处理的情况下，我叫他一声，他很快就会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。我本身也是从一名操作工成长领班的，有时站在员工的立场去思考问题，更容易和员工沟通，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和员工一起分享这个过程。该产线推行 VSM， 进行至初级阶段，产线问题很多，特别是员工因工作内容有所调整，情绪低落，心理抵触。为此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和员工面对面的沟通，员工也提出了很多困难。